好，又系我 BeautySearch 啊！咁依家咧就十月尾啦，唔经唔觉咧，其实都就快到年尾啦。呢、这个时候咧，我就最中意咧就开始稳定啲圣诞礼物送俾身边嘅朋友嘅。近排咧，我就 search 咗一份礼物咧，我自己就好中意啦。咁所以咧就好想介绍俾大家认识。大家想唔想知系咩？其实咧就系 Lifetrons 呢个家用美容仪，有咩特别？一阵间介绍俾大家。呢部咧就系头先我讲嘅家用美容仪啦。点解我咁中意？因为咧其实咧。我咧就中意一啲比較multi-function 嘅產品嘅，而呢個產品咧，其實咧佢咧唔係得一個 function 噶，因為咧佢跟嚟咧就有三個頭噶，除咗而家你見到呢一個之外咧，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好似叉叉嘅頭嘅，咁咧呢一個咧係放眼嘅，仲有一個咧就會發出光線，咁佢就會發出紅光噶，咁咧唔同嘅頭咧有唔同嘅 function， 咁我一間介紹埋俾大家認識啊。咁介紹部機嘅機頭之前咧，介紹下部機先。咁其實咧，佢好方便嘅喎。咁佢用 USB 插電嘅，咁變咗咧，就算你去旅行嘅時候都好方便啦，因為隨時隨地都可以用 USB 插電。咁另外咧，佢操作方面啦，其實咧佢好簡單嘅啫，一個開關掣啦，同埋咧就會有一啲強弱嘅度數去調校嘅。咁變咗咧就唔驚會好複雜啦，因為咧一般人都可以用到噶啦。而最方便咧，咁另外咧，佢亦都會 provide 咗個鎖嘅。咁你屋企嘅時候唔用，但又驚周圍劈換唔見嘅話咧，咁就好方便咧，咁可以擺翻喺個鎖度備用啦，係咪好方便咧？咁最緊要咧就當然係 function 啦，咁所以咧介紹翻個機頭先。咁呢一個機頭咧，其實就係我最中意、最中意都用得最常嘅機頭。有咩特別呢？其實咧佢就可以幫塊面去塑形啦，咁亦都有去紋嘅作用噶。咁用法亦都好簡單啦，咁你開咗之後啦。咁其實你會聽到啲吱吱聲，其實佢就會有輕微嘅震動嘅。咁強弱咧可以自己調校翻啦。咁記住用之前洗食先，用之前咧就最緊要咧就係搽翻一啲絲雲喺底。咁尤其是咧，如果你有啲提升作用嘅絲雲咧，咁就可以相得益彰啦。咁用咧就自己需要啦。咁其實咧我就輕輕咧就會將佢咁樣推上去嘅。咁有時咧就手咧咁都會咁樣嘅。因為佢咧呢個金屬面咧，所以拉起上嚟咧就好方便啦。而當你搽個絲雲嘅時候咧，就更加滑啦，所以咧就好容易嘅。咁通常咧，你拉咁樣做呢個拉提動作，大概十分鐘左右就可以做曬全個面噶啦。咁如果有啲部位你可能特別覺得佢鬆弛嘅話咧，其實咧可以 stay 喺嗰度 hold 五秒，亦都可以嘅。而換頭咧亦都好方便嘅，因為咧其實機身後面咧就有個掣啦，唔知道大家見唔見到啦？咁其實咧，就只要咧將佢撳住，然之後咧就可以甩咗前面個頭啦。咁甩咗之後咧，就可以換上另一個噶。咁就對啱位置咧，咁就可以啪啪去噶啦，非常之方便啦。而另外順便介紹埋啦，呢個頭咧其實就係放眼嘅，咁佢好似一個叉叉咁，係用嘅時候咧，你可以喺眼底啦。咁亦都我有時咧。就中意咁样横跨去嘅，系啦。咁记住，眼咧同样咧要搽丝润喺底啦，同埋用嘅时候千祈唔好太大力，因为始终咧眼部肌肤咧系最脆弱嘅。而最后要介绍嘅就系呢个机头啦。咁咧其实咧佢系会有红光出现嘅。咁用嘅时候咧，千祈唔好对住自己只眼，因为咧始终咧直接照到眼咧系唔好嘅。咁而呢个红光有咩作用呢？其实咧佢可以咧令到你可能有啲暗疮印啊，或者啲之前可能有少少斑斑嗰啲印咧，都会可以减退啦。咁另外咧，佢仲可以令到你骨胶原增生，同埋令到肌肤提亮嘅。咁所以咧用嘅时候咧，我就咧习惯咧就合埋只眼嘅。其实你可以慢慢咁喺块面度扫十分钟之余，如果个别有啲位置可能咁啱你之前有啲斑斑或者一啲痘印咧，咁你想佢更加集中咁帮你处理咧，亦都会 hold 大概五秒到，咁你可以令到个 function 咧就更加有见效噶啦。咁所以咧，你话啦，一部机三个 function 系咪系好方便咧？